各位阿弥陀佛，今日是农历二十四十斋日，念地藏王菩萨，念卢舍那佛，我都消毒罪业一清净。今日也是释迦牟尼佛小神通月，更是莲花生大士殊胜加持功德日，所以也叫空行母会供日。所以今日咱大家所做的功德，来念一下一百兆倍啊，一百兆。所以呢，铁器中的修行的日记，他叫断恶修善，广修功德。那昨天晚上，我疏忽卢须长老在晚上七点多安详舍报。昨天我们在嘉义法会完，也马上赶过去助念，然后呢，众弟子大家很虔诚，啊，我们湛勇法师也从台北带出家人下来两个套帐，啊，我们湛院法师，还是我们很多比丘尼法师，能给虔诚去助念。事实上老和尚不需要我们助念啊，是我们去给助念，其实是老和尚在给我们助念嘛，就跟我们的拜佛，我们的拜佛在佛面前念经，是希望得到佛的加持啊。所以修行老法度拄着神地性，乃至呢一直给我们加持，我们修行就被偏去了。所以像那破病人有好的医生啊，来给咱疼痛照顾，那么咱病苦一定会好。所以在这点嘛，各位一定要有真正有家己的师父啊，啊，有法度引导咱离苦得乐。不然呢，咱在这个世间，虽然你真巧，可能也真够赚钱，真够，但这拢是世间的无明啊，啊，赚大钱做官。乃至呢，结婚、买厝，这拢是一世俗化，世俗化拢是轮回，拢是苦。那一直咱拄着神地性，可能引导，了解讲啊，真正的快乐，唔是拥有、占有，是脱离贪嗔痴，是袂使自私，哎，发菩提心啊。一方面断除家己啊，自我自私；一方面变化来利益众生。追求佛道，所以我个人真幸运啊！我都亲近的卢须长老，亲近的增华长老、觉光长老，乃至呢大宝法王，那呢咱才发到去切到家己的不完满啊，得到道化。所以每一个佛叫调御丈夫啊，来要给咱教化，不然咱过去拢用家己的想法，对唔对？啊，去贪嗔痴主业，那有神地性，你的话都印度了。所以卢须长老啊，高杂会无疾而终，安详舍报，众弟子弄底的边啊，大家念的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卢须长老有发愿呢，生生世世趁愿再来。普度众生啊！虽然我嘴也足想要念阿弥陀佛的啊，那我也很想说，师父啊，到上品上生去极乐世界走走再回来啊。那这样呢，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愿望。但是无论如何，那念什么，那么同样定是大家努力的修福报功德，就像给力啦。大家依教奉行啊，按照八关斋戒，不起贪嗔痴，身口意持戒，发起一个利他的悲心，追求成佛的菩提心，安住在无我的空性，精进来修行，这就是供养卢须长老一切祖师护菩萨同会弘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怕病啊，那其实那安尼做呢，也是对咱父母。对咱祖先
乃至对佛同在供养，对众生同在慈悲啊！这个世间虽然五浊恶世，但是呢，黑暗的所在更加需要光明啊！哎，咱无必要去讲骂讲你对甲唔对，只要佛是随缘度众生啊！你乃暗暗行路的跋倒，你就去找光明，卖跋倒啊！那么咱就实现光明，安尼就好啦。所以经典讲，那么一个人按照戒律修持八关斋戒，整个社会地方就发到净化，减轻真济意外，消除真济灾难，帮助真济众生。那么咱汉人一人精进，安尼来发菩提心，修持八关斋戒，不但咱家己断除轮回的痛苦，远离病苦啊，消灭罪障，更加是对整个世间同度的净化，更加是和佛菩萨、和祖师大德、和师父欢喜的方式啊。所以今晚八号咧落雨有凉无啊？来念一下大悲甘露咒，愿观世音菩萨加持所有的雨水，拢化为慈悲甘露，消除众生一切罪孽。和众生南无好的身躯消业障，变观世音菩萨。乃至呢讲的话，拢是慈悲啊。乃至呢所有的友情脱离三恶道，消灭无间罪业啊。来念三遍观世音菩萨，后边是念嗡嘟林嘟林加嘟林梭哈啊。来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恨难但难多难言劫，南无阿弥波罗揭谛娑婆那耶，菩提萨埵婆耶，摩诃萨埵婆耶，摩诃迦卢尼迦耶，大智塔吽嘟林嘟林迦嘟林萨婆诃，吽嘟林嘟林迦嘟林萨婆诃，吽嘟林嘟林迦嘟林萨婆诃。